民主义教、国家主教、民间主教、道教，甲思考台湾的民间信仰建教团，如何阻断台湾独立建国理念的问题，也是因果已经有所批判。当然，除了三民主义教甲国家主教是纯专制政权的国民教育，啊，反台湾的政治宗教外，以外传统宗教嘛，因足数的一面啦，就是因的文化功能甲社会功能。台湾人独立建国的前提，的确需要追求健全的宗教信仰，来作为精神生活的依归。对于宗教信仰抱放任态度的师徒师民，台湾人来讲，爱因主动去选择一种会当尊重人权甲社会公义的健全教，才是谈何容易啊！啊，我用宗教的作业者的立场，宗教法的作业大胆直接做一个提议啦，就是期待台湾人。应该标着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的入世行愿、菩萨行愿，以基督宗教先知性、甲救世精神作为一门对象。目前在社会宗教出事事件频频出现，其中大乘有怀着侵犯中国宗教的威格法师的中台神师的青年义工小老师集体去做出家剃度，互爸母足伤心，找着囝的事件。还有宋七力天上馆甲妙天神师分身的怪力乱神事件，随上的类似贵格的中台神师、青海无常师的这个密窟，甲宋七力甲妙天神师的这个道团的存在，伫当今台湾社会，唔是干因啦，几百个啦，即个骗人的信徒太侪。即宗教则是现象，在在出现，当然人一旦社会的人群对宗教知识的无知，大家为着要填满家己心灵上的空虚，那真像自甘堕落一款。但是唔免认头壳，干那会当冒险，也无冒输的，身边的物件拢会当接受，会当相信。真显然啊，台湾人对国家地位的错乱所引起的心灵的空虚，嘛是因。消极的政治现状，甘心去追求神通、自我解脱的宗教无明的理由啦。由此可见，许多台湾的宗教人真需要一种会当鼓励因坚信天下，甲缔造信仰共同体的健全宗教，来作为因精神依归，甲台湾独立建国的心理准备。第一，我对佛教的无害行为，其实佛教有足侪歹的法师啦，就声闻法师。哦，迄就是真害，讲三日的，迄个那是真惨。有人写一篇文章伫主席，无那像两日前，你去读看嘛。啊，咧陈文林这个教会来吼，热对解欢迎啊。诶，释迦牟尼看到都摇头。对，是啊。啊，所以这是真废，啊咧佛教的菩萨行愿。但社会所看见的佛教，不出于大乘系统的净土中，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甲神宗济神的，甲通俗佛教拜观世音甲地藏王的，啊，甲中传佛教、喇嘛教，也流传啊，相当流派真繁杂，又搁拢是自由主义甲他的主义合参的神净享受神宗净土，一个自力一个他力享受的佛教，甲民间信仰合作的走向足有。何况中国教会组织向来就十分啊，挖这个中国国民党，今日安尼冤枉离开的台湾人独立建国运动这边。尽管如此，嘛通某一寡坚持执事走菩萨行愿的出家众，以新台湾的出现是愤怒，而且真侪教徒嘛拢跟进。佛教之教义，伊基本上来讲是种传统人生道高观的教，人生是苦海，而人生。个体有生老病死的苦海，又搁有三世因果的业感轮回，所以教人就爱三皈依啦哈。啊，这恁拢知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实是不是遐简单个代志？代志真大，来寻求生命的解脱，叫做涅槃。啊，涅槃咱听无啦，所以台湾人真爱天堂、西天极乐净土。明显佛教迄种业感因果的命运自作论。一种行为果报宿命论，也得甲鼓励人去积功德、做善业，比较不了了有关生命意义甲国民责任的问题。所以，大乘佛教的菩萨道，却怀有救世主的大愿，
强调地域不公，社会身份，苦难不仅不是正义，伊一世精神，因为安尼大大鼓励不教徒，也是医护人员尊重生命以及社会公益责任。过去甲现在拢有不法实践菩萨道、菩萨行愿的法师甲不教徒，为台湾的国际尊严立下一个老公，即其中万福会，即、这个宗门人讲是佛教团体的异类。也过去伫报道新声 TNT 的边甲法师，个边关法师，嘛是强烈力主台湾独立建国的出家人。所以讲，佛教的菩萨行愿，拄拄一种健全的宗教信仰，是当今台湾社会所需要者。所以我真欣赏佛教的菩萨行愿，地界不公，社会成分。台湾若要独立建国，伊毋成分，我的精神足好个。过来，基督宗教的先知精神，台湾社会基督宗教、天主教跟基督教，伊的派别至少，即摆我甲统计107个，所以我要叫人去信耶稣足困难，唔通去信基督教，耶稣是绝对，基督教是相对，哦，真费劲，真费劲，而且我袂讲，基督教咱问题真济，并且多数教团的宣教内容甲重点拢无同。有一寡在讲性情充满、异病官鬼、因不识话的教义，有一寡宣传大灾难、怪灵教、异教、世界末日耶稣要过来的恐怖式的福音，不是福音啦。有一寡传遐新天新地会伫美国出现的，咧摩门教；有传迄个第三弥撒要出现伫韩国的统一教，连耶稣本身听起来都莫名其妙的怪异病。所以已经将基督宗教所强调的上帝国，上帝国就是生命共同体福音，以及救世的先知精神完全扭曲。尽管有这些基督宗教的怪现象在台湾出现，却要真正跟随耶稣基督救世，做光做盐的基督教，的基督教的立足在台湾社会。因并且是十九世纪中叶，就对台湾现代化有所贡献，也就是天主教甲台湾基督教。基督宗教相信上主是唯一真神甲历史的主宰，伊嘛是人类的天父，人类是上主的子女，也是伊的同工。这个世界进步就是上帝创造为正正子，人是伊的同工。人一生本分是善用性命，甲天父同工，来营造天父国度这个性命共同体世界，互伊成做伫地里，哪准伫天里同款的福利社会。但是人性这个 human nature 本具罪性，有自私自利的弱点的天性，地教人间充满罪恶和腐败政治，就是安尼。基督宗教强调，宗教的首要任务就是发挥伊的救世济世的先知精神，以便甲被压迫者徛做伙，并且在勇敢付出，去为着因无福利。为甚物代叫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勇敢向国民党政权发表？台湾前途三遍的政治生活的宣言，就是本于这款的宗教书院。在1970年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招牌和联合国结盟的时，就发表了国誓宣言。1975年国民党政权禁止教会用武力镇压，一瞬发表了万的合约。1977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国共产政权的时，发表了人权宣言，其中一句。先知之音就是予台湾成做一个新时独立的国家。由此可见，一个健全宗教的真正使命，是公然宣告救国救民的先知之音，是不畏啊，唔免惊独裁政权的压制。也当基督教的香港是真正有做到这。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教会啦，即摆吼全台湾1300几个教会中间，足侪牧师。哦，迄个连个礼拜足奇怪，足奇怪，联姻运动啦、敬拜赞美啦，敢若在作秀嘞吼，迄、个精神拢失落，这是一个真废气的所在。毋是拢总是有神的指引。台湾的天主教不管大中国主义的神父甲主教，因是袂同情台湾人建国理念，但是嘛有例外，像讲讲台湾话，佮强调教会本土化的国内外神父收入。拢徛伫台湾这边，前伫罗厝，这是美国马尼罗会的信徒，天主教服务的贵信徒，就是因为保护当局，前台北市长局长、现任高雄市长，
予国民党政权有着出现。当然的宗教拢惊独善其身，修道的路，哦，咧修家己啦，哈、啊。对伫集世一讲先天啊，先天精神，往往该摆脱甲服用。但是未来新台湾人所迫切需要的宗教信仰，就是要去选择先天性的宗教，因为强调信仰生命，甲神同工，伊缀着一个生命共同体社会。不停为政权甲社会正义投入先知行动甲付出，即款的宗教信仰又搁教人来靠得起去服务社会人群，也靠得起的涵养，都是建设台湾共和国应该有的宗教人的一个品格。啊，我是讲是叫人去信，人去叫人教会，因为教会已经相当复杂，是咧讲起这个宗教精神的提升的重要性。哦，甲台湾人的这个建国，也是伫存在安尼。啊，所以用遮侪时间吼，真歹势。安尼，即摆毋知剩偌侪时间，只有九分。六分，哦，你去交一个积分号，请你来。台湾迄个在滨江东迄个河沟吼，阵个法师我建议是用西宫，阵啊河沟中国伊那河沟吼用法师客人较合，啊但是咱啊讲着台湾迄个河沟的时阵，我建议迄个木师迄个以后拢用西宫，去西法师客人较合。啊第二个问题是吼，迄、這个咱迄个是三。三地因果吼，对，拢是从印度来。稳定，稳定。你轮回观念，因信那边。但是吼，我顶礼拜前听一个，迄个广播演讲是，三地因果其实是罗马人，甲希腊人的观念扩化，啊，甲这关于埃及。啊，搁亚历山大，这攻打印度的时候，他关注这唔对，我袂讲。哦，后来道士甲法师无共，哎，我甲你解释一下。西公啦，西公就是道士啦，卖讲西公，我卖讲西公，西孙啦，道士甲法师，这个法师吼，伫宗教学的用语叫 sorcerer， 道士就是 Taoist priest， 道教的祭师。哦，啊，所以这个法师有另外，迄个民间信仰结合，倒头的就是法师啦。哦，当机叫做什么？法师叫做说神。啊，当机说讲的不能听有啦。哦，来法师去翻译，倒头的。啊，若是法师是台湾吼，迄、哦、是道教的一流派。法师的派别足侪，三奶派就是拜这丹青哥，三奶就是。啊，王神老祖派、释迦真人派、法主公派、天下派、中大公派，真济派，迄叫做法师。啊，正统的法师，伊咧做法的时阵拢烫脚干。啊，即摆的法师哦，可能是咱的，咱真济天顶啊，啥即摆拢穿鞋，拢穿鞋，哦，啊，白红头，啊，穿那两水。所以法师甲道士是无共，无共。第二观念讲轮回是对希腊来迄无影。诶，我未讲，你甲问讲，伊咧广播是啥物人讲？咱对宗教师来讨论看嘛，看安那来，伊的定义伫倒？来，啊，请你，来，好，请免客气，坐咧就好啦，坐咧就好。坐咧就好，来。我吼第一届吼，听着即个龙头道的书啊。我也上精彩，因为我吼捌去南美洲是民主党国家，哦好，澳洲、美国是即个基督教国家，是。啊，所听到的历史是我上喜欢的啊。我读宗教史的。我工作的来源是。我但工作实在。1963年，
讲，孔子是我母亲以来上最好的一个人，难怪伊到今天这关会当讲来。啊！伊哦，所谓科学家，他哦，不满，因为伊个钱啊，哦，我也还了不了钱，不是好是韩国的，这是第二代的，另外第二代，他都要我们关心他的身体嘛，公平起来来评估，身体好了，啊，我们为他一百分，一般都很多取消，其他在主席的。有些人发生车祸，啊，结果哦，下骹迄两只就从以前发起哦，贵价的就贵啊哦，较贵啊是啊车祸，较贵啊哦，这你有得交啊？啊，加的这个地方就是伊啊，为了讲哦，就是这个地方赚钱，所以伊啊车钱两单车红，啊，多少多少钱啊？几钱啊？我那天是做啥物？阿公阿都某某人发生车祸，电信机啊，下面伊才做无事，所以爱找人对啦。有阿你叫你做结扎啊，家己歪扭，歪到到啊，三年是来过遐啦。啊，即摆大家是三个亲像找找伊来到啊，伊来到啊，完煞是，咱也听来吼。阿公阿做起来无啊，无啊，阿咱咧到啊，才才挂起来，才才才挂起来。这是属实的话。影响哦，啊，甲伊个功能，伊个作用，谢谢。啊，主席，确确实实是对台湾社会影响足大，而且唔呐台湾社会国际化。主席，伊个先生是印顺，印顺是一个唔惊国民党个大法师啦。啊，独独伊啊，剩个拢是咧挖国民党，啊伊。蔡雪龙在看，已经过身去了。印顺，印顺有两个学生影响台湾社会足大。第一个就是信仰法师系，啊，这个龙禅寺东先生信仰师，伊伫日本留学，有提文博士的佛教大学的文学博士。啊，我甲伊那真熟，伊是属于净土宗的啊，仙道寺的出家众。佫一个就是正言。正言，啊，正言，伊算讲有台湾心啦吼，啊，伊伫台湾，算是资济功德会收迄落钱太济吼，收 donation 奉献的钱足济，有一边吼，大概是十七八年前啦，因为我的朋友迄个方教授嘛，伊是迄个医传学的教授，后来做甲啊校长，做甲资济大学的校长，已经退休，伊甲我讲。我伫主持到遐两遍的演讲，哦，一遍啊对病院，一遍对因的出家众，哦，所以主持的道场我本身也捌去啊。啊，伊跟我讲，伊讲主持一年的收入有偌济？65亿，你听，65亿啊。但是伊用用去倒落，伊的医药伊的设备足好，伊是代代这个杜思明教授吼，伊挂岗了后，伊志愿伊也给。啊，有用伫台湾用真济，啊，伊啊伊设备也足好，所以点足甘心。但是主席有伊个缺点，伊本身学了了足好，但是下面咧花钱的人问题足济，啊，问题足济，毋是拢总，哦，迄个主席的款，看下拢用伫好个，
因伫中国研究济啦，所以这点吼咱较不同。唔过总比新闻较好，新闻的钱哦，有那一年吼，我看有那60-65亿啦，伊拢伫国外去西来西，啊铺家己的建立家己的声望。加拿大后西来西，澳洲后西来西，纽西兰则有无？我唔知啦吼。洛杉矶、西来西、加拿大拢，迄伊的道场拢真大真大，无用伫台湾一点钱。而且伊的佛光山拢是非常建筑，啊，国民党就划开方便之门，伊国民党的迄、那个就是中央委嘛，吼，啊，拢就地合法。台湾一挂足水的山啦，拢为有伊的这个非常建筑拢无害。所以这款话想头吼，得较会阁对一轮话啦，袂接嘛。所以主席至少，若伫我的评价里面，是要算有用心，伫台湾的作家奖，但是可惜下面的人吼，那有私心啦吼。啊，我还阁一项无好的，我特别关心就是主席，因为下面的人运作，啊，用一寡制度吼，是阶级制度足无。奉献几百万才能穿去苏衫，中国绝对无这款分阶级的，伊毋是服装穿甲水水，甲真整齐，啊，那白裤啊，那穿那些个迄落查甫的啊，查甫就穿去苏，敢旗袍的，宗教哪咧分阶级？佫强真正的宗教精神，无积功德的观念，不搞污染吼，咱唔够好面，有正规滴规正道一道嘛。那基督教，基督教因为伊讲上帝国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神是一个天父，人类拢是阿弥陀佛。啊，上帝国的领导是人心，人心肯予一个真理领着，伊就疼心，伊就迄、那个，伊就疼心吼，伊就奉献的心，伊就为着别人设想的心，拢总有，拢总有。所以伫这个生命共同体下面做好事，耶稣讲一句话，马太。第六章第三十、第四十，伊讲你若要做好事，倒手所做的唔免落正手赚，大家拢是兄弟姊妹，无功德，无功德。所以这个功德观有哪是害死人安尼？有一个阶级制度的观念，这是我的看法。应该一个伟大宗教，应该是安尼讲法，有诶帮咱有诶，哦啊，强诶帮咱强，伊大家拢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活嘛。Global Village， 即个地球村的一个成员，咱就共享共享，互相帮助。所以即摆安尼日本吼，日本赛事，我的心有啊真疼。日本安尼即回大地震，赛事毁灭性有啊遐尼厉害着。哦，30+ 国际人士去甲伊帮助，我想这是对的。咱应该将来咱也成做一个坚强的团体，咱也当做一块好厝啦。哦，安尼真好，安尼就好，这是对，这是因为生命共同体，不是干那伊伫台湾人，伊全世界。那安尼是世界和平，哦，不是干那单建国，世界和平要一个 future vision 的平台啦。好，安尼我，哈哈，好。我这边问几款，几款在那伫台湾是上大，上大，大经常是大，伊是对。三十讲未完。一贯道的文章哦，替一贯道讲话，是台湾第一个人就是我啦。国民党我对上半年，一贯道是安尼，一贯道是对这个儒宗新教延伸出来的一个教，伊倾向伫这个迄个龙华派，软藤龙华派的一个 branch 所以龙华派有迄个龙华三会的讲法。这个讲起来吼，话头长呢。我有一篇2-3篇的文章讲一贯道啦吼，大家若有趣味吼，我会当摕来看。我车底有一本册，我那在讲一贯道啦。福音教文学内面就一篇一贯道咧教基督徒一贯道。讲这一贯道的教义对我来讲是非常简单哦，因为伊是乱登系统哦，伊的创教者叫做张天真，道亲唔敢讲伊。的全名，贵称的全名叫做共同组，共产组啦，共同组。啊，伊的某孙素金就是主系组，孙就是主甲系，主系组。
伊所讲的教义，就是强调世界末日的三期末日，青龙期，哦，就是迄个老子道教应世，老子徛独角星球啊，青龙期，后来德团西迄，弘扬伊就是佛教，哦，即款宗教观有够收过简单啦，啊，后来啊，老子翻条，等来中国，等于中国真中国啦，啊，就别中期，啊，就讲像别啥儒家应论。这个道教，这个佛教，这个主教，三教，所以伊个教义哦，确实呐，像我读宗教书的人才讲，唔是三教，用三教去套入，绝对用十教去套入。印度教伊也捌，啊，锡克教伊也捌，伊斯兰教伊也捌，波斯教也捌，犹太教也捌，基督教也捌。所以可见这个发明一贯道的教主刘连人，宗教知识比我更加差啦，啊，再来。伊是一神论的啦，哦，伊的神二十字，明明上帝，普量天宇，至尊至善，三教十方，万灵尽赞，啊，简称叫做明明上帝。啊，较亲密的称呼叫做老母娘。迄只宝吼，迄只宝是太极图去创的，一个敢中一个点跳的，变过来就是看成老母的宝，啊，老母娘。所以教义无困难，啊。台湾目前的一贯道已经超过50多派，上帝有影响力的，北部是基督教，中部是法律教，南部是保公教，保公教和国民党的警备总部糟蹋到迄个王修萧江水也来关，吼，我意思是真乱来，其实一贯道伊是真简单的迄个。乱堂所衍生出来的教堂，我像台北的这个文殊公庙的教堂，共款，拢是共系统，吼，是无共款的名称。啊，若要较详细吼，实是爱用时间用足济说的。哦，我有一本册啦，啊，有咧介绍一贯的，哎，还有啥物问题？今仔日听，邓教授。讲了，我得到一个启示吼。我发觉讲，台湾人是安怎人讲四好吼，到即马拢无法度团结，无法度建构。即最大的原因就是邓教授讲的宗教信仰的问题啦。所以，咱台湾人踮遐咧普渡吼，咧渡这个亡神者。我看只有邓教授吼。咱甲这活的台湾人渡，该超渡，谢谢。因为时间吼，我那真造成腹肚的问题啊。我是惊人这个做较敏感的动不了，等到时的这个做学问的时，永远都讲不完的。啊，所以我是讲，是不是？机会，咱只请邓教授呢来甲咱好好啊讲一下，因为这个代是宗教的问题呢，将来一定是非常重要。我倒转来甲各位预先来告知一下，台湾民政府若成立了后呢，将来一定要有一个真好的宗教方向啊。我倒转来讲，咱宗教嘛要进步，对不？所以迄个时阵呢，邓教授是咱的上重要的一个老师，对咱讲后日过来。所以今日如果大家要搁有机会，我相信有，哦，一定有诶，因为今日咱个只先甲咱头壳先洗洗再讲，哦。所以咱宗教观这个部分啊，一定爱甲咱的这个民政府吼，就讲自治建构这方面，将来一定是完全配合做伙。那么，安尼后来我看呢，咱国号其中几位吼，没有，其他还有几位是。是吼，以我知影吼，即阵话中断，还搁在信者吼，足侪拢是台湾意识，甚至有一个叫做严格师叔啊，一在阮那去，拢交代讲。你还阁少年，一定爱去学台湾话，一定唔通袂记住。但是呢，我知影的中段甲新者足济吼，去咧做这个活动吼，拢是经济足困难的，
啊，无法度拢去依靠去做这个宗教的代志。哦，啊，但是对咱延伸诶台湾的医生吼、哦，是有好处无毋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我听二十几年的这个电视佛法吼、哦，啊，知影这个。讲阿含金吼，我认为这个有一个大愿法师讲了真好吼，八正道加这个四圣地吼，这问题是讲现真现实，你唔好讲当死去那边涅槃，咱甲咱的杂念无需要想起的，无需要想的妄想，拢爱节制，安尼合适。当时就是涅槃，所以是咱人爱活在现在，做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吼，我认为讲阿含经将来吼，那会当入入个咱这个建国的吼，这个宗教的内底是袂歹。谢谢。多谢。啊，伊拄则有提这位咱的姊妹吼，伊讲阿伽玛斯特拉，阿含经的梵文叫做阿伽玛斯特拉，迄是上原始的。所以佛经拢学袂来吼，上原始阿含经、前一阿含经、哦十阿含经，阿伽玛斯特拉是释迦牟尼上接近伊的思想的一款的经典，啊，所以我讲佛教伊伟大所在是菩萨道啦，啊，菩萨道第一不空，世不相，佮真入世，哦真听乡土，安尼无对，这是甲基督教有接触的所在，好。安尼，大概我到这为止。谢谢。谢谢。老师。那么，这段时间吼，咱各位同学吼，就两样代志要宣布吼。第一项吼，咱的这个自用车吼，七四三八吼。这台车呢，听讲电门无关啦吼，听讲到时你要去开车的时阵就无电吼，七四三八的车吼。第二项代志吼，就是中学。